蔡英文和苏贞昌昨天登记党内总统初选，今天苏贞昌南下彰化帮二林乡长候选人扫街拜票，也替自己广结善缘，冲出人气。而蔡英文则是安排地方产业的参访，第一站就到新竹拉拢客家票源。新竹老县长林光华和蔡英文搭同一辆车，一起参观茶叶老工厂。蔡英文看历史文物津津有味，发现留学时代用过的装书箱，兴奋得像个小女生。行程关心地方产业，更要拉拢人心。这一趟现任在地立委彭绍景和前县长议员全程陪伴，党内总统代表权地方要角争夺战已经开打。因为我们都是留欧派了，倾向支持我们蔡主席。我们希望说，民进党能够出现的，那我们全力支持。有人保留，有人表态，看完工厂还有基层座谈见面会，无党籍关系镇长也来支持，紧紧坐在蔡英文左手边。对手苏贞昌远征彰化帮二林乡长改选台教，辅选别人也替自己拉票，果然就有粉丝送上礼物一件。实验的总统，哇、哦，这袂慢呢。谢谢谢谢。一排彰化议员、立委参选人站出来，看起来场面热闹。民进党总统初选开打，苏贞昌、蔡英文分头寻求支持，行程里都有文章。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